住！前面那两个。奇怪，怎么会没反应呢？不是说有事敲三下，它就会出现了吗？ 阿英，殿下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找苏魔了，可是没找到他。苏魔，你找他做什么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现在应该在重新安排大营布防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。安排大营布防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阿英，你别担心了，他没事儿。你还不如赶紧回去休息一下吧。 殿下，你跟苏魔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他去困龙渊了，他真的去困龙渊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去的。是。殿下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？困龙渊是封印龙神的地方，凶险万分，他又刚刚受了伤，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？我拦过他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你可以告诉我呀，我可以劝他。我。 我可以陪他一起去保护他。阿英，对不起啊，苏魔的本意是不想让你跟他一起犯险，才让我瞒着你的。我也想过去帮助他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帮他瞒着你。殿下，罢了，反正我也没能瞒住。你若执意要去的话，就赶快去找他吧，现在去还来得及。 反正没做成的事儿，也不差这一件了。海皇大人，我敲了那么多次避光珠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 你为什么不告而别？替天剑已取，苍灵已经派兵出征困龙渊，解开龙神封印迫在眉睫。所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？你怕我们会拖累你？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去困龙渊就可以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可你已经这么做了。这次太危险，我是怕。九一山一行也很危险，我们也一起去了。可解龙神封印不一样。当时空海联盟的时候。 你可不这么说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怎么，你也去昆仑院吗？ 之前我隐瞒灰飞烟灭的时候，你说过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的。是我考虑不周全。那现在要一起去还是一个人去？一起去。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不够厉害，所以才决定自己去的吧？当然不是，你是剑圣唯一的女徒弟，不敢不信。这还差不多。我们要进城吗？嗯。周围地形复杂，苍雾郡城门的另一边。 便是昆仑院，从城中走，就越边界。看样子他们守卫不严，走吧。
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让开，快让开，快点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这一切我都想起来了，可为什么他成了海皇，而我却受尽凌辱和虐待？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。你听到声音了吗？前面就是昆龙院，我们要赶紧解开龙神封印，不然等苍流的人来了就很难应付了。好。